我看的那个欧阳靖的一个资料嘛，然后他曾经说过说，如果你的人生只剩下12个小时，你会做什么？你说最少拿出8个小时看周星驰的电影。我是特别喜欢他的作品。其实现在你看到很多我的，特别是幽默感啊，还有的就是我怎么去看事情啊，我的思维啊，很多绝对都是受到他的作品，他这个人物的一些概念、想法放在电影里受到，然后一直就 keep 到现在都是的。觉得好笑的东西，都是因为从小就是看他的电影，慢慢笑话，到变成现在。他一些电影其实对的 focus 都是笑，但是其实里面都有一些原生的看法啊，这种的都会有，都会大触的。所以我觉得星爷影响力都挺大的，在我心目中，对啊。我追求的就是那个舞台上舞台下，平时自己生活简简单单，我最喜欢的吃的都是好吃的，很贵的，哇，材料很棒的，我也会享受，也会珍惜，也会觉得好吃。但是没有的话，你给我一碗方便面，一只鸡蛋，我一模一样都是，一模一样的享受。很开心的那种，平凡偶像，PFOX。